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我现在在安卓市场，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，帮粉丝找几台安卓手机。这来自三星的 Note 20U 的12+512顶配国行支持双卡双待，这来自亮充橙色98星，没有磕碰也没有划痕。这是江西的徐先生电脑，感谢支持。本来他是要金色，但是找了两三天没找到机况好的，后来我看到这台黑色，他说也可以，就帮他挑选到了啊。市场拿这台是5750，我们进入测试模式，屏幕没有老化，气密正常，我们再拿回去还要严格的检测几个小时。这台是华为 Mate 30的 5G 版本，8+128G 的翡冷翠，这台是99星，完美成色，没有磕碰也没有划痕。这是河北的何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也是比较爽快啊，他说关注我也有好几个月了，直接就叫我帮他挑选一台了。这台市场现在也调价了啊，2900，5G 版本，采用了麒麟990的处理器，反应速度还是蛮快的，可以升级鸿蒙系统。这台是苹果8+256的，美版三网无锁，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的金色。这台是亮机橙色啊，中框有点点小瑕疵，背面屏幕都没有划痕。这是活山市的金先生电脑，感谢支持。他也是第二次找我拿了啊，这台是买给他父母用的。这台电池还可以，还有91，正常8P 都是80几电池的。这台市场拿是1950，拿下。这台是 iPad Air 4 64G 的 WiFi 版本，蓝色，这台是99星，港版再保300多天，没有磕碰也没有划痕。深圳同城黄同学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在上大学哦，开学几天叫我赶紧帮他挑选一台，他着急学习用。这台市场拿是3200，芝云机少200，但是没有这正常年寿机的好，这个还可以在官方保修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